很多人得这个帕金森。帕金森这个病典型的是四肢的震颤，但是更为严重让人注意的是头的颤，头的不由自主的就这么颤。中医呢很形象，管它叫动风，就是风有风了是吧。那这个风怎么起来的？首先它是个内风，对吧，它不是外面刮风你跟着颤，是内风。那中医有一句话叫虚风内动，只有当人的骨髓脑髓脊髓熬干的时候，这个风就起来了。那治疗这个风的根本解决办法是什么？就是填精益肾补髓啊。西医怎么治啊？西医说是你这个多巴胺少了，然后就给你打多巴胺，打完多巴胺不颤了，然后呢，然后剂量就不够了，接着打，剂量打到最大时候，哎不行了，你得装个泵。哎，知道打胰岛素装泵是吧？平常打针，所以后来那酒店服务员举报我们这儿有人吸毒，哇，警察来了，原来是打胰岛素啊。哼，西医的方法很残酷，但是它很能有市场，就是因为什么呀？打一针就不颤了。所以永远要小心这种立马见效啊，这种快速见效的这种东西。怎么治？我刚才说了，填精益肾补髓，你说的好听，补不进去，吃完饭站桩。吃完饭站桩，吃完大腰子站桩。